因为哦，你在想说，为什么米讲吃那么久，对不对？看体型就知道啊。米讲可能是要参加大胃猫馆，你怎么吃完你的还要吃别人的？啊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啊，我再帮你倒啦，我再帮你倒啦。是两个大呢哈，两个大，小心放太多。两个大呢，你，妞妞啊，妹妹讲很会吃吼、哦。